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们可以使用这张卡吗？可以，这是祭祀卡。这张卡可以使用多少次？这张卡是30次的。没有卡可以来吗？完全可以，可以按次付现金。今天我们俩都用这张卡行不行？可以，两个人就是两次。健身中心里都有什么呢？那可多了，有游泳池、保龄球馆、乒乓球室、健身房什么的。有桑拿室吗？有，还有按摩室、足疗室什么的。太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那边还有一个休息室，可以喝茶和咖啡。好，谢谢您啊。你想先去哪儿？咱们先去打保龄球，怎么样？成啊。不过，保龄球我可不行。要不去打乒乓球？主要看你，我什么都行。乒乓球我也挺拿手的，小时候常常和爸爸一起打。那好，咱们俩比试比试，我可是中国人呢。先别吹牛，咱们试试看。我赢了。累死了，来休息一会儿。好。哎。来喝点水。哎呀。今天真过瘾呢、哎，你会功夫吗？功夫？哦，你说的是武功吧？那我可不会。哎，我还以为中国人都会功夫呢。